我知道了。你都做完了吗？啊，你好。你看昨天的比赛了吗？中国队举重又得了一块金牌。是啊，太厉害了。哎，那些叔叔力气好大呀。我先回家了。要是我能有那么大的力气，就去参加奥运会了。你呀，想都别想，这么弱小，身上一点肉都没有。哼，谁说举重冠军非要长得高大才能获胜？只要身体强健，小身材也能拿世界冠军的。别狡辩了，没有高大的身材，怎么会有强健的体魄呢？哎，你看，那个矮小的叔叔也很厉害嘛，不要看不起矮小的人，知道吗？要不咱们比试一下举重吧，看谁获胜。但是输了的一方一定要请客，而且一定要请大餐才行，你敢吗？哼，我有什么不敢的呢？比就比。好，一言为定，到时候输了别反悔。好，下周六12点神秘花园见，不见不散。牛牛，哈哈，我赢定了。你等着瞧吧，比赛完了你得请我吃大餐，我的小个子冠军。笑笑怎么了？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烦躁？我今天一冲动，答应了一件对我来说很困难的事情。我和牛牛要比赛举重，输的一方要请吃大餐。那你好好努力啊，加油哦！我知道，当然要努力了。而且我这次不想寻求你的帮助，我要凭自己的真正实力。可是我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训练呀。笑笑，帮妈妈去买点米，家务太多，我脱不开身啊。哦，笑笑，你的锻炼机会来了。嗯，对了，大米很重啊，我也可以当做举重来练习了。背了点米，把你累成了这个样子。哎呦，累死我了！怎么那么重啊？我的腰都快断了。小宠哥，我再也不要练了。那怎么行？你还要和牛牛比赛呢，就这么认输了？我实在受不了了。牛牛能一把把我抱起，看来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的。你别忘了，你们还约定认输的人要付出代价的，而且你还答应输的人要请吃大餐的，看来你一年的零用钱可都要泡汤了。怎么办？要是这样子，我太惨了。小宠哥，嘿，小宠哥，干什么？你不是想让我运用法术帮你吧？你可答应过的，你这次要靠自己的实力。哎呦，小宠哥，你再帮我一次吧，我可不想被牛牛这样白吃白喝的，那太没面子了。不行，你已经答应过人家了。我不是跟你讲过，是非宜勿轻诺，苟轻诺即退错。你既然比不过牛牛，就不应该答应他，这样左右为难了吧？给你一次教训，免得下次乱答应。哎呀，都怪自己逞强好胜，
真是自找苦吃。笑笑，你在那折腾什么呢？奶奶，您就别管了。瞅你累那小样，奶奶看了心疼。谢谢奶奶，我要参加一个重大的比赛。奶奶，我孙子要当世界冠军了。我正在努力呢。笑笑，小宠哥，快过来帮忙啊！来喽。妈妈，笑笑，快过来帮妈妈搬箱子，妈妈一个人搬不动。妈妈，我刚才在院子里锻炼举重，累坏了。怎么了，我的宝贝儿子？怎么忽然想锻炼了？咱们搬这些东西就当锻炼身体了吗？搬完就回屋休息。妈妈，好了，来吧，我们要学会齐心协力。先放下吧，我们调整一下角度再搬。你们等着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空气清新剂吗？什么东西让你一下子变成了大力士？大力士口喷，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口喷，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你可以喷上一口，会令你瞬间充满力量，帮助你度过难关。但它的力量只可以维持十分钟，喷得过多会引起全身的麻痹，连动都动不了。这东西真的有那么好用吗？那让我也来试一试。笑笑，比赛可是要凭真本领的，千万不能投机取巧。我还没说比赛的时候要用这个呢，我只是想试试它的神奇力量嘛，妈妈。你的小算盘怎么能瞒得过妈妈呢？赛场上服用兴奋剂是要被罚下场的。好好努力吧。是啊，笑笑，加油吧，妈妈相信你。要不咱们比试一下举重吧，看谁获胜，你敢吗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，比就比。有了这个，我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哼，不管那么多了，先赢了牛牛再说。快打，快打，坚持住，打回去。
那个小没出息的，失败了就知道垂头丧气，还不赶紧回家操练去。小九怎么还没来？嘿，牛牛，我来了。哎呀，你真慢，等你半天了，我都快要走了，以为你害怕不敢来了呢，没想到你还敢来认输。谁来认输来了？我是来和你比试比试的。你怎么可能和我比呢？看看我这肌肉。哼，你厉害还是我厉害，咱们比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那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刚才算你走运，这一回合我就不会这么让着你了。我举完了，该看你的喽。怎么样，服了吧？我才是真正的大力士。我们再比试一次，看这回谁赢。比就比，看你还能耍什么花样。咱们这回就搬那块。怎么样，你还想比试比试吗？哼。你不会还想使用什么秘密武器吧？哪有啊，我只是想清爽一下。相信你能举起这么重的石头。你哪来这么大的力气？我只是碰巧就举起来了。哼，你说你一定是有什么法宝，要不然怎么突然力气就大了。我刚才用了大力士口喷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你真的用了秘密武器。哼，你不诚实，你竟然用这种方法和我比赛，我再也不跟你玩了。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同学们，让他们也不跟你玩了。牛牛，牛牛，牛牛，你别和同学们说好吗？是我不对，你别生那么大的气呀。我是怕你让我做出很坏的事情，才想出了这个办法来欺骗你的。你要是给我说出去，我就丢大人了。你不觉得你现在更丢人吗？丢人也只丢在你一个人面前。当初你就应该承认自己不行，还逞什么能？
我不是怕输给你，被你折磨吗？你这么看我，你最好的朋友。我，反正你别跟同学们说好吗，牛牛？哼！这不是普通的口喷，它虽然能帮助你度过难关，但喷得过多会全身麻痹，连动也动不了。小虫哥，小虫哥，你再多昏迷一会儿就救不过来了，好险呢。对不起，我欺骗了好多人。知道错了，我不该逞强答应牛牛，更不该偷偷拿口喷出来用不正当的手段让牛牛那么气愤，我错了。还好你没事，我们还是先回去休息吧，这事慢慢再解决。嗯。牛牛，牛牛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蹲在这里呢？牛牛，我肚子特别疼，好像是急性阑尾炎，我们得赶紧送牛牛去医院。这四周也没有人，口喷也用完了，我们怎么才能把牛牛送到医院里去呢？小虫哥。笑笑，你也刚刚恢复，你能坚持住吗？牛牛是我的朋友，我刚才欺骗了牛牛，我很对不起他，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你说呢，小虫哥？坚持住，牛牛，我一定会把你送到医院去的。谢谢你，笑笑，我已经不生你的气了，也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同学们了。牛牛，你的手术刀口还会疼吗？已经不怎么疼了，那天多亏了你，要不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笑笑，谢谢你了。什么呀，我一直很后悔答应了做不到的事情，还一直逞强。对了，我们国家队游泳又得了块金牌，真是太强大了，我游泳也特好。笑笑，我们哪天比试下游泳好不好？好啊。虽然我不一定能比得过你，但是我要努力训练，绝对不会用那些歪门邪道了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我们做事一定要量力而行，觉得自己不能做到的就不要勉强地答应，如果这样我们会进退两难。拒绝也是一门艺术，是很高的学问，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，你要婉转，讲得让对方觉得你不是很严峻地拒绝他，要让他下得了台哦。弟子规里的是非宜勿轻诺，苟轻诺进退错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们大家要记住哦。再见。